今年政府推出第七批銀債，和去年比較主要有兩項變動。第一，目標發行額會由去年的300億港元提高到至少350億港元。政府亦可以視乎情況，進一步將發行額提高到最多450億港元。第二，銀債的定息即是保底息，會由去年的 3.5 厘提高到4厘，合資格認購銀債的年齡將會維持在60歲，債券年期是3年，每手債券的本金金額是1萬港元，派息方面每6個月派息一次，而為免有大量的債券被少數投資者集中持有，我們將會維持最高配發金額是100萬港元的安排。換句話來說，無論申請的金額是多少，每一位合資格投資者最多只可以獲配發100手。銀債的認購期一共有9個工作日，由8月23日朝頭早9點開始，直到9月2日下午2點結束。債券會在9月14日發行，合資格的市民可以透過20間配售銀行或者27間指定證券經紀認購。